Recording is coming. 好，刚刚我在做第五题的时候呢，我这边犯了一个错误。OK，它在这边它的 area of PDC 呢是四个 unit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四来的。OK，然后所以我在这边越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四跟这个是越，然后所以这一个是16 over 5，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有16除5，然后它这一次3.2。OK，3.2，所以它是3.2。OK，so 它的这一个是3.2 unit。OK，3.2 unit。OK，好。然后 modulus A 是3.2 unit。OK，好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那个第十七题。第十七题这一边呢，它是 2xy 减 21x 加 p 等于零，p is a constant，然后它的 root in the ratio of 1:2，所以我 let alpha 和二 alpha are roots，OK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sum of root alpha 加二 alpha，OK，会是等于减21 over 2，三 alpha 等于那个21 over 2。alpha 等于7 over 2，然后我的 product of root 的部分呢，就是我的那个 alpha 乘2 alpha 等于 p over 2，所以我的7 over 2乘2 7 over 2等于 p over 2，然后我这边越，然后我的这个也越，所以我可以知道我的 p 是等于49。所以 p 等于49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呢，我要 check 我的答案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很容易的，我的那个什么 2xy 减 21x 加49等于0，我找它的 root，我在这边就 mod，然后找它的 root，OK，然后它是西蒙田的 equation，不是西蒙田的 equation，它是 equation polynomial degree 2。然后二等于减21等于49等于再等于七，然后七百二，所以我的那一个x 等于七，x 等于七百二，所以这个是 alpha，这个是二 alpha，所以它的 ratio 是 1:2，所以是对的。OK，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八题。第十八题呢，它有三个 fair coin toss simultaneously。H 代表 hit，T 代表 kill，然后一起丢。P 代表 success obtaining a hit，然后 Q 代表 failure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一边它就有那个 hit，tail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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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t，tail。hit tail hit tail，所以它的那一个可能性是 HHH，然后 HHT，然后它是 HTH，然后就 HTT，然后 THH，然后 THT，DTH，TTT，OK，这一个是我的那一个什么？它的那个 all possible，然后它现在要的是 p square q。我们知道它拿到那个 hit 的时候呢，hit 的时候是 p，然后 kill 的时候 fail to get hit 的话呢，它是 q。所以我这个是 p p q q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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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。所以这个是 p power 3 p square q，然后 p square q，然后这个是 p square q p q square p q square q q，所以我的 a 的那个部分呢，它可以是 hit tail，然后 hit tail hit，然后 tail hit hit。
所以这一个是 p square q p square q p square q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三 p square q 三 p square q。Plot the binomial distribution graph。So binomial distribution graph 的话呢，我们知道我的 p 其实是二分之一啊，所以我的 p 是二分之一的时候呢，我在这一边，我的什么 x is 三二分之一，OK。然后我的 px 等于零的话呢，它的这个是什么 ncrp to the power of r，然后 q to the power of r 这样的时候，然后它就是三 c 零，然后三 c 零二分之一 power 零，然后二分之一 power 三，OK，so 我在这边我有 mod，然后 table。OK，然后它这一边就有三 c alpha x 乘，然后0.5 power alpha x，然后再乘0.5 power 三减 alpha x，然后我 start from 零 n at 三，OK，start from 零。n at 三 step size 是这个，所以我有这一个是0.125，那我 px 等于 e 的时候呢，它这一个是375，三 ce 120 power 1 120 power 2，然后0.375 px 等于三的时候，三 ce 三 spx 等于二的时候，它就三 ce 二。120 power 2 power 2 power 1，0.375 px 等于三的时候，三 c 三120 power 3 120 power 0，然后它是0.125，所以它的那个binomial graph 的话呢，它是 graph 吗？graph 吗？OK，那这边就有一，没有零一二三。这个是我的 x，px 等于 x 的话呢，这个是我的 x，然后这边它就有0.125和0.375，所以它是将和这样，OK，好，所以 b 的部分是这一个，这个是 b 的部分，好，接着我们最后再来看最后这一题，OK。然后它的 diagram 25 show a position of six picture consists of mother, father, three daughter and a son. Okay, find the number of possible arrangement. 所以我们这一边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位置啊，所以就直接六排六啊，它没有任何的那一个东西，它是六个不同的个体，它的相片也不一样，所以我直接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。OK，不过在我这个之前，我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啊，它的三 c 零，然后二分之一跑零，二分之一什么的时候呢？我们用那个570ms 的那一个方法，我可以 line，OK，这个，所以它是三 c alpha x，然后乘0.5 power alpha x。再乘0.5，然后 power 三减 alpha x，然后我就按 CLC，我放零的时候，它出来的会是等于0.125，OK，然后我在这一边，我再来那一个 CLC，我放 e 的时候，它会变成0.375，OK。所以这一点是这一个，所以我的 x 等于零，x 等于一，然后过后呢，我也可以放二，它也是0.375，我放三的时候呢，它是0.125，所以这些我就不连上去了，一样的东西。好，来我们在这一边的这一个，它就是六，等下 mod，等下我还是换回我的那个东西先，所以我的 on。On DC，OK，okay,
这一边我有 shift mode input output max input output，所、so、以我有六排六，然后拿到的是720。然后我的 B 的部分呢，在这一边，the number of possible arrangement if the parent's image is arranged in the top row, three have to next to each other。所以我的爸爸妈妈那边是二排二。下面那一边呢？那三个女的要在一起。那三个女的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就用我的那种手指方法，三个在一起，然后这一个是一个，然后她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她就是三 factorial 三 p 三乘一 p 一，OK，然后再一二，然后再乘二 p 二，这样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二二 factorial 乘三 factorial 再乘一 factorial，对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了二 p 二乘三 p 三，然后一 p 一其实是一啊，是二方法，儿子，然后这边有三个人，三 factorial 三二一六。六，然后一个，两个，然后它是要 next to each other 哦，它六二，六十二，对，它是十二，对，然后再乘以二 p 二，所以我拿到的是24。当然，我在这边我还可以再乘一个 e，然后 p 1，所以我拿到的是24，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24。OK，好，所以它答案是24。所以，我们这一边这个是二 factorial 乘三 factorial 乘一 factorial，这样。好，完成了。